什么梦啊？首先不得不肯定的是，第一批复刻是好玩的，它的内容量是够的，毕竟它基本和原版 DP 是一模一样的嘛。抛开游戏本身不谈，你当年玩 DP 能有多开心，你现在玩第一批复刻也许还是那么开心吧。转过头来一想呢，从 XY 开始被荼毒已久的宝可梦地图，最后还是被老游戏给拯救了，真是令人感叹。就算第一批复刻做成这个屌样，人还是比剑盾好玩。但是呢，我很抱歉的要说出这句话，我真的很抱歉。我们要说的是一个2021年的游戏，不是2006年的一个原作。我相信有主观的玩家，不会跟风辱骂的玩家，能自主思考的玩家，在正式玩到第一批复刻后，或者就算你只看个宣传片云一下这游戏，或者你根本不看宣传片云都用不着云，你都不应该对这游戏的实际效果有太多的苛求，特别是画面。毕竟从 NDS 到 NS 的十多年，任天堂只是把机器的名字从三个字母缩减到两个字母罢了。基本上来说，这就两个一样的机器啊，连着玩到的游戏都是一样的呀，马里奥、塞尔达、卡比什么的，就那么些呀。哦，对，你甚至玩不到绿野裁判的新作，所以 NS 应该是一台比 NDS 还要差的机器。但是你也知道我他妈在胡逼啊， NS 怎么可能智能不如宝可梦啊，反正第一批复刻也许就信了这种鬼话，然后在建模这块一顿狂 Q， 在2021年居然能把自行车鲁恩子给做成十边形的，真是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连这种地方都要完美复刻吗？或者说我低估你们呢？门把手是方的，饼干是纸片圆锥，人物表情的锯齿能拿来砍树，战斗场景还拉出了新高度，连比基尼大姐姐的比基尼都能糊得像个人体彩绘。不是，你们制作组里没人见过比基尼是吧？这胸怎么跟个劳拉一样整块往外凸的？这还是镜头拉了老远你都能看到的糟糕表现，再往近了拉的建模到底能有多差？我是想都不敢想。技术力这块如果拿捏不住，完全可以去找外援啊，就做 GTA 三部曲那帮兄弟就够了，他们做的也烂呢、啊，但人起码能把方的磨成圆的，光这个就够你们学个小几年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说了呀，宝可梦里面宝可梦的建模好不就行了吗？林黑个什么玩意儿啊？哇，林这话说了就好像超级星期四只要肯德基打折就行了，管他折了什么东西一样。得了要这个六神七宝咖啡您喝吗？这还是没提及色彩搭配的情况下单聊建模的问题，再把光影美术等统合起来细看画面，视觉感官就更加的诡异了。在一个整体饱和度偏低的世界中，在比较雾蒙蒙的美术下，偏偏还要放很多鲜艳的东西，比方说每颗树最顶端的那抹绿，草丛的色调，那些鲜艳的花，精灵中心的房顶，让游戏在部分场景下看着非常的刺眼。换句话说，这个画面缺乏了质感。再说明确点，就是有点油了。你说精灵中心用大理石地板能反光，我能理解；为啥自家的木地板也能反光，我真的想不通啊！这都不是普通的反光了，这木地板能当镜子用啊？合着你们神奥人每天闲着没事就给地板打蜡是吧？被大楼影子遮的草丛就该和旁边一模一样亮，大晚上就该像白天一样亮。神奥地区不需要光影，因为 TBC 就是他们的神，他说可以摸了，于是光影便摸了。这就是第一批复刻在画面上最大的问题，它对色调和光影的把控让游戏的视觉效果显得很廉价，而且这还是被修过的版本，是把色调大改过的版本。我现在找出连出的第一个预告片给你品一品，那才叫真的视觉盛宴的。感谢第一批复刻，起码它触底反弹了。多年之后的某一天，我的儿子可能会拿 NS 来问我，爸爸，为什么同样一棵树，织梦岛看着比第一批复刻的舒服这么多呢？我答不上来，我的眼睛里只有泪花。再来看看演出，我们还是能看到，不如说我居然能在2021年看到超豪华 3D 建模平移进场的动画，这种当年因为技能限制才做出来的东西，搁你这还变成了传世经典。我双眼中那滚烫的泪水是止不住的往下淌啊！他们真的太懂什么叫复刻了，他们真的太会打情怀牌了。转头一看对话场景，就你懂吧？原作中没有对话场景，没有参考了呀，怎么办呢？没法到这做了呀。那快想想啊，人正常说话的时候会干嘛呢？快想想。哦，对了，人正常说话应该是面对面的，还有吗？再想想，还有啊，没了吧？也许还会做一点表情，就差不多这样吧。哎，对，人和人说话了就该面对面眉飞色舞就完事儿。然后第一批复刻就是一整个游戏全员赋予，这嘴儿被粘的五零二动都不带动的，就全人靠自己眉毛打摩斯电码和别人交流。你能说人家不是完美复刻吗？不能啊，毕竟你原作里面也看不到别人嘴巴在动啊，这太合理了。但是你好歹在正确的情绪下做点正确的表情吧。就反派一个个说着我气死了，我破防了，然后一脸平静，甚至嘴角还略带了22.3314度的笑意。我建议你在剧尾加点什么小尾巴，好吧，就变成这种啊，我他妈气死啦，我他妈破防啦，包括 Kinegawa Soida 或者 Yay Peace Peace。 不过这些都好说，受演出影响最大的是
华丽大赛。原版的华丽大赛是三个环节，从奇迹暖暖到音游再到屠杀评委和动画的表现是差不多的。完事第一批复刻一刀把华丽大赛砍成瘸子，你现在只能看到他们原地蹦跶，然后玩劣质的太古达人。与其说这是华丽大赛，不如说是大胃王比赛。开赛前先吃顿好的，把数据拉满，然后上去咚咚枪。你要是能把他的演出做得像个歌姬计划，能充分展示宝可梦的可爱，那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又做不到。哇，那何止是做不到啊，这简直是在展示技术力结晶。你猜他们会跳什么舞？他们会跳个锤子的舞，做的动作就包括吼叫、攻击、原地蹦跶，没了。不用怀疑，就是你平时打怪那些动作。合着我平时打的每一项战斗，其实都在练舞厅里面和别人 battle 舞技是吧？然后到了美丽比赛，直接全员不动了，连原地蹦跶都不做了，看得我知乎处子之美在乎于明镜之水。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些东西我们完全可以用来包容。宝可梦嘛，名字里面的第一个字就是包容的包啊。所以第一批复刻让人这么火大的原因，绝对不是走格子、画面拉胯和演出丢人这一点，是本作几乎没有任何实质的新增内容，就纯纯的摆烂。你不用怀疑，也不要有一丝丝的期许，我能很耿直的告诉你，流程里真的没有一点点新的内容，因为我就是按照原版的攻略来玩的，真的没有新的东西。连白金的东西都没有被搬过来，谢米这些配信怪不用阴间方法你还拉不到，挖矿、玫瑰公园、抓神兽他们确实是新的。但是我的朋友，你想不想知道百代式的神秘雕像为什么像迪亚卢卡和帕鲁奇亚的融合型？ DP 复刻不讲，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你想不想知道阿尔宙斯和雷吉吉卡斯到底打了多久的仗？ DP 复刻不讲，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你想不想知道神奥图书馆里说了拿剑屠杀宝可梦的人是什么来头？ DP 复刻不讲，你再也没有机会了。挖矿这些新的内容就好像你抽奖抽个大吉，然后上面写的全是今年易下葬、今年易火化这种让人完全乐不起来的小幸运，它除了情怀啥都不是。不过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一代其实是有集聚化系统的，但是它不是在宝可梦身上，是在训练师的身上。公元2021年，神奥地区最大的资本家 TPC 为了安抚民心，找了个叫 ILCA 的小公司疏通下水道。毕竟是个小公司嘛，业务还不熟练，也担不起这种重责，结果一锤子下去，从神奥挖通到了加勒尔。而剑盾本片中无忌泰拉暴走释放的集聚化能量，在米村的控制下被狗豪全部丢进了马桶。恰巧那一天正是一锤子下去打通两个世界的时间点，这股能量就顺着下水道一路转移到了神奥的自来水系统中，最终神奥的人们承受了来自于加勒尔的集聚化能量。从此往后，每个神奥训练师在进入战斗后，会不由自主的从二头身瞬间成长为正常比例。与之对应的，在跟随系统中，宝可梦的比例则完全乱了套。为什么大岩蛇能变成小岩蛇？为什么这个绿毛虫能长得这么像裂空座？和自己最爱的宝可梦一同前行，要不就是他挡了你的路，要不就是被地形卡跟不上。小智要用的是这么个跟随技能，火箭的第二级就能给你打出个 easy game。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知道啊，也许这就是被集聚化能量毒害后的神奥吧。狗豪里真的坏事做尽。比起这些东西，让我最为震惊的是第一批复刻居然还能把当年的 bug 给重现了。复制 bug、 穿墙 bug 这种一模一样的 bug 从 NDS 上直接搬到了 NS 上。这与其说是我想骂他蓝格，不如说我很好奇，两个不一样的游戏，你们是怎么做到连 bug 都完美复制的？玩家能进入异世界，神兽能被批量生产，连固拉多都能学会飞天，你要剑狗和盾狗怎么办？现在不会飞的只剩他们俩了。关键为什么你们宝可表的计算机功能也能搞出 bug 呢？我拉个8086都不至于搞出这种问题啊！这是个2021年的游戏吧？我怎么真的觉得好像梦回2006年的一样？这个画面好像搁 3DS 上也没啥问题啊！当然，我们不鼓吹任何玩家去使用破解模拟器玩盗版，但是呢，我是说，也许 DP 复刻是不是真的能在 3DS 上跑呢？你看，这就是我说了 3DS 才是它真正的归宿啊。整个一周目结束后，我陷入了沉思，这就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的 DP 复刻。金灿钻石和明亮珍珠到底比原作哪个地方更金灿，哪个地方更明亮，我是完全一丁点都没感觉出来。如果说下坑挖矿就是它的金灿和明亮，那我建议宝可梦赶紧出个黄金矿工的游戏，大家说不定还乐呵得多。如果说抓神兽就是它的金灿和明亮，那我建议你改名字叫宝可梦究极钻石与究极珍珠，不然就目前这个表现，你这个副标题多少带点欺诈的意思，你应该叫宝可梦钻石与珍珠 HD。 可能对于老宝可梦玩家来说，走格子和二 D 俯视才是他们熟悉的宝可梦，做人这样才是比红蓝宝石复刻更完美的形式，这点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我能接受走格子，因为这种格斗走了快十多年了。我能接受二 D 俯视和闯迷宫，因为起码它的地图和探索感比剑盾要好得多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复刻我们心中的经典就可以不思进取，就可以当着你面摆烂。原作中出色的设计也好，糟糕的设计也好，被全部照搬到了复刻作品中。我们盼不到新的内容，因为根本没有新的内容。百代式的神秘雕像会永远沉睡在时间的漩涡中，其他地牢还要被从异空间拉回来再
再次蜗居到山洞的底部，等待我们的只有原汁原味以及无尽的 bug， 多的甚至能单开个收集 bug 的公众号。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一个画面拉胯，没有新内容，还有一堆 bug 的复刻作品。这就是复刻作品最悲剧的地方，既没有把原作中好的内容发扬光大，也没有添加优质的新内容，就这样把一个十多年前的游戏原封不动的丢到了现在玩家的脸上，结果变成了老玩家死忠粉在吹说着一比一完美复刻，新玩家指着草丛骂娘，这宝可梦搁草丛开 party 了，遇怪率怎么这么高，黄毛素质屌差呀，我先说选个宝可梦马上选克制我的，乐子人在旁边看谁喷得更厉害谁就更牛逼，然后还卖得贼他妈好，比剑盾卖得还好， TPC 赢麻了，赢了三次全赢，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第一次有了复刻 DP 的机会，有了正版中文的真传，两件快乐是重合在一起，而这两份快乐又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得到的本来是该像梦境一般幸福的时光，但为什么它会变成一场宝可梦呢？我仿佛梦到 TPC 对着 DP 的粉丝说过于是的苦拉塞 DP 翻到米拉桑，然后把 DP 复刻从船上丢下去了一样，还要嘴硬说你脑子里有炸弹，名叫原汁原味的炸弹，是什么让宝可梦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是你吗 TPC， 还是你正田顺一，或者说每一个支持他们的粉丝，正是我们持续不断的为一代又一代的宝可梦献出我们的爱，才能让 TPC 在2021年这么个时间点大胆踏出没人敢走的一步路，能丢掉所有的包袱与附加的鸡肋系统，让我们字面意思上返璞归真，梦回2006。当我在海边别墅见到真田先辈的那一刻，我的泪角再一次湿润了啊！谢谢你，我的大前辈，或者说我的时光老人。最后我想说的还是视频开篇那句话， DP 复刻是好玩的，内容量是够的，如果你没有玩过原作，这是你入坑补票的最好时机。但是我的朋友，为什么我会喷 DP 复刻，我没有选择仁慈呢？因为这是个2021年的游戏啊，因为好玩的不是复刻这一部分，是2006年的 DP 本体。最终我给 DP 复刻一个勇气的新杠10，纪念 TPC 返璞归真的摆烂勇气。多年后卡普空因为做生化 RE6 宣布破产，原因是打墙太多，员工做不过来全跑路了。当晚克里斯就来敲 TPC 的门， TPC 老师，请指导我怎么做出一个好的复刻作品。 TPC 笑而不语，拿出一个 VR 眼镜戴在了克里斯的头上。克里斯不解问道，老师您的意思是让我以高达的形态出击，成为不惧艰险的 I 战士吗？ TPC 笑了说，我是让你把眼镜这儿摆烂，这样喷子骂你就看不到了。